这样，哎，不行，这样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照过相哈，来，你看，不是没照过，很少在弄录影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要看这个 frame， 这个，像这个，我们这些东西就不要进来，就会很乱啊、嗯。这样的话，你看，他站在这，我站在这，就很棒。我先去把门给关了啊，我去把门关了，因为这可能是我的第二部纪录片。这个，哎，那刚刚在录要不要停下来啊？啊？什么？刚刚开始录要不要停下来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对，你就这样 ，OK。嗯，那后面那边还有点乱，去弄一下。现成的背景，可以吗？好，那这个就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你进。